没有，我把那里抠掉，把这里抠粉抠掉了。能，哎呦，能不能撑住？但其实不是很大的洞，不知道能不能撑住。嗨，晚上好呀，虚弱。不是、啊。嗨。是我今天之前就长了。小狗狗。前几天就长了。好漂亮，谢谢你的夸奖。只是我今天把它抠。我今天刚才不知道我的化妆品，顶不住，然后把它抠掉了。嗨，猕猴桃，今天云接到上班了，什么意思啊？你在和谁视频吗？哎呀，前两天就长这个了。这是小王爷的五彩绳。啊，接到下班了。谢谢谢谢茶宝的阅读，谢谢笨笨笨送了一个茶宝，有没有看我的公演呀？你怎么一进来就送礼物呀？啊、是的，不讲话的吗？不会吧，这么菜吗？茶宝宝，来到成都这么多人是吧？晚上好，小群。和黄和那个黄毛，笑死我。室友组好养眼，哎呦喂！晚上好，晚上好，大家。他看不到天使的拳头。你怎么参加握手？昨天晚上打开的薯片。你可真能起名字。茶宝宝。怎么就室友组了？茶宝宝，你怎么不找我握手呀？怎么不跟我电聊呀？我居然真的什么都没有带。有呀，考完试了没呀？明天没有了，但是今天下周应该有的。我看了一下天使的圈套的切镜。为什么被拷打了？你为什么被拷打了呀？到了我的屁股。快叫声姐姐听听。你想的什么说出来。我没想什么呀，我说你被谁拷打了，被谁拷打了。哎哎，怎么叫妈妈了？我今天是小妈，小妈风吗？我今天不是啊，我叫姐姐风，姐姐风。嗨，小胖，小胖，跟我掰手腕没掰过我，我真服了。你不服，那下次再掰一下。我好卡，你还在车上是吗？晚上好。对呀、啊，跟你比还是差点的意思。跟你比还差点意思，真的。我跟小胖掰手腕的时候，我赢了。好，你等着。谢谢谢谢茶宝送的99个荧光棒，谢谢茶宝宝，茶宝宝爱你哟。嗯，谢谢长白松两花花送一个一分。
茶宝宝最近应该是那个什么了吧？对，应该休息了吧？是吧？其实说实话，我力气还真挺大的。咱们以前是学体育舞蹈的，咱们。茶宝宝今天为什么怕大发？跟姐姐说说，跟妈妈说说，跟妈妈说说。哇塞，感觉这个优力牌还不错耶！今天优力牌，我感觉也是。嗯，我感觉也不错。哇塞，居然有十个人在观看。谢谢优酸乳送的荧光棒。过肩摔过点枪，过肩摔是过点枪。而且我今天大 MC， 我觉得也好看。但是，要是比掰手腕，我肯定能掰得过你。啊！真的假的？太想琪琪了，你别扯！你破大房到底因为什么？怎么了？和男朋友吵架了吗？嗨，小迷妹，晚上好呀。是和男朋友吵架了没？你十个没来。什么呀？我在看看。真的吗？我们真的。七七还是七七？还是虚无缥缈的火？咱们还不火吗？火死了！我就是觉得可能是会不会是开刚开业火呢？还是我们真的这么火、啊？会一直火吗？会一直火吗？应该会的，毕竟我们是红色的标。你们会一直来吗？嗨，乖乖，晚上好。你们会一直看我们吗？和那点啊，我知道了，那我大概是知道了。不会吧？不会大家都破防了吧？我们 C two 挺火的，我们 C two。哎呀，大晚上咱们就不说那伤心的事情了，别破防了，宝宝们，别破防，宝宝们别破防，宝宝们。哇，真的吗？那我们确实还是有点实力在身上的。我没破防。以后会有很多机会见面的。适合做表情包。不要破防嘛，宝宝们。好，这一场好多表情包啊！好，我一会儿下播看翻牌哦，赶紧回来看看你，怕我跑啊？我感觉我今天的大 MC 好好看。自己一人搁家里边靠我吗？不会吧？我要平等的爱我每一个粉丝。笑死了！笑死了！就是要珍惜当下呀。不要等失去了才要想，失去了之后才想着要珍惜。为什么我看不到？走走停停的，很正常，来来往往的，对吧？那我还有好多粉丝都出坑了，虽然最开始的时候有几个粉丝出习惯就好了，因为我真的对你们还是付出了真的感情。当有一天你们要离开我的时候，我也会伤心的，但他也不会阻碍我去前进的脚步。跳的也好开心，就是大家考的也很好，然后就很开心，然后就是最后就哭了，感觉像做梦一样，有这么多人来看我们，这可能就是。对呀、啊，就是怎么说呢？我就想说一句话，就是当有新的人喜欢我的时候，你们猜我的第一想法是什么？我的第一想法就是，倒计时他什么时候不喜欢我？很没有安全感呀，咱们就是没有安全感的巨蟹座。
谢谢茶宝宝的巧克力。INFP 是这样的。测了好几遍，但是我感觉我一直都是 INFP。要看弹幕的。我还不甜。甜的冒泡了。到了，到酒店了。打王者总是连跪，那就要我也破防了，就是。我是 NFP， 去洗澡的巴查宝宝。但是我都已经很久没有打王者了。哦，换成自己四 G 了。刚刚是。谢谢甘真人送的五彩绳。谢谢苏洛的荧光棒，辛苦了，你也辛苦了 ，Skyler 大美女。王者七连胜，什么局啊？谢谢乖乖的荧光棒，谢谢乖乖的两个荧光棒。INF， 你就不说后边那个是吧？谢谢乖乖的两个荧光棒，四个荧光棒，还好吧？我今天跳工也不是很累。嗯，好的，就是。这是没送错了，姐姐今天唱，谢谢甘蔗人的夸奖，谢谢你哟。啊，那我知道了，不会是青铜局吧？不会吧，不会吧，不会是青铜局吧？别讨厌嘛，别讨厌我们公司。你委屈一下嘛。好吧，没关系。有多漂亮？也算是。很漂亮呀。也算是为我们这个整个妈粉，你当我妈粉还算了吧，太小了，还是很开心的。认识新人也算是我们今天的。你不应该是老公粉吗？你管我叫老婆，不应该叫老，不应该是老公粉。宝宝们，我觉得非常的赞，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看到我们的新人宝宝。我就是姐姐呀，叫我姐姐，请叫我姐姐。妹粉可以，妹妹粉啊，妹妹不是那个妹粉，就是不是队长发言，是真的开拓者，真的让我有女的怎么了？女的不能当老公，就是必须得把这个 CCT 给它开起来，就是股票昨天晚上打开的，对这里不放心的感觉，就是一种责任在身上。好，那我又有老婆粉了，看一下，看看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好。算了吧，你见面就脸红，你还是别当一了，你当零吧，还是。就是有一种自己认的，对，像什么叫像妈妈了？太差了。脸红的人不配当一。干嘛？你们怎么都扣问号？不会讲话吗？没话说了，等你休息了就来嘛。谢谢根本没有送你个零点积分，谢谢。嗯，怎么说呢？就是脸红的人不配当一。我配，我不脸红。来吃这个。谁红的耳根子了？谁脸红了？我可没脸红，你少脏我。可以装镇定，装冷静，装冷静。我不知道你脸不脸红，但是拍合照的时候估计脸红了，但是我没看见，我在看镜头。氛围超级不错。
么吃的叫能量棒。咱也不知道脸不脸红了，咱真不知道。你们越嗨，我们越嗨的。谢谢阿头送那个爱夜香薰，真是你们越嗨，我们也越嗨。就是、你就找我一个人合照了吗？迟迟，真的是，你们喊的越……我发现了，你真的很会装冷静。反馈越好，我们可能会更加有状态和卖力。哎呦，注意安全哦，丢丢，注意安全。好的，明天见你。好，真的好嗨，今天真的吃的这个乐事的薯片，乐事的薯片。冷酷无情面瘫帅哥，行，只要你控制住你的脸红，你就是。感觉大家今天都挺开心的，我感觉大家真的都挺开心的。哦，原来是这样啊，迟迟。实际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是吧？给你吃一口，喂你吃个纸。真的，一万国都行。喂你吃个纸吧，要不？怎么样？心在跳，哒哒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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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死了。哎呀，其实我也很害羞，我只是不脸红而已。合影明年再见，好，明年见。明年你再想个姿势啊，明年你再想一个。公司选的，我们只是照跳而已，公司选的。好呀，掉桌上，你给你吃一口给。最近有什么安排？最近安排的太多了，没时间休息。哪有不回头，我走步三回头，走一步三回头，还不回头。你这个动作真的是用了一年吗？我不信，你犯我都没犯一年。那我能轻易脸红吗？合影能抱你吗？不知道啊，看看哥哥让不让啊。但是我跟智智那个合影，就是我在后面搂着他，怎么云握手可以见我呀？晚上好呀，长牙齐。晚上好，哦吼，哈嘿哟，晚上好，哦吼，哦吼，哦吼。我走了，你们怎么都说我走路很快啊？我就比之前好多了，我现在走路还挺慢的。哦吼，三天的时间就相当于一年了，真的超快吗？我真的走的超快吗？好吧，下次我像乌龟一样慢慢的走，好不好？应该速报。你们成都应该都比较难，我上次去北京旅游，公主抱了合影。我已经都公主抱了，但是成都就这边管的还是很严的。谢谢苏洛的夸奖，小嘴可甜了。我腿太长了，不，你们不知道，腿越短走的越快。你散步是不是也在竞走？哪有？明天好，明天我会慢点的，丢丢。盛典，嗯，那肯定了。晚安，小迷妹。好，走一段倒着走 ，OK， 听你们的。那我应该是有机会的。现在也可以很回头，挺开心的。我知道，没事，等你有时间再来嘛，又不是就这一次，是不是？眨牙七。现在。可以啊，那你发给我们，还要问我，先给我看，你还问我。真的一步三回头，谢谢。没关系，有时间了，有时间的，我们就聊天，疯狂聊，开开心心的。今天就很开心，今天确实挺开心的。下次就有合影吧，这你才认识我多久是吧？晚上逃课，你都逃课了，天哪，你太爱了吧！听见你了，听见你靠我了。前空规定，你我接着。书包拉链坏了，用钥匙扣绑着了。用钥匙扣绑啊，有点作用是吗？那这不是问问吗？万一你不想看。我今天好甜，我哪甜了？怎么不想看嘞？你发给我就会看的。把天聊冒烟，把天聊穿出火星子。太 Yuki 了，想你了就来了。
我今天公演的时候，我不信你，我不信你就是专门来看我的。人脸啊，我跟昨天有什么区别啊？少说那话。因为今天公演的歌非常甜。笑死了，今天歌都很有活力，大家喊好喊的，我都听不见音乐了。确实，你们喊靠声太大了，我们没带耳返，被你们带跑了，好几次跟不上节奏了呀。最想看我呀？那我们下次握手吧，我们聊天吧。喊靠才快乐。本来是甜美。哒哒哒哒，天使的缺德，我们会有好虚荣的骄傲。冲冠一怒，为红颜。看得出来你很快乐，看得出来你超级快乐。我一看你们考，我就也很快乐。在现场看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出错吧，但是镜头里面还行，看不太出来。我觉得我跳的还行，我跳的行。蓝色衣服背着斜挎包的那个人，没跳过糖，没太注意，你怎么不和我讲话嘞？因为我甜呀，你们也甜呀，你们那么甜是吧？我不甜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今天公演的造型就是我昨天的造型。哪有你可爱呀，小苏露，小洛洛。怎么你不适合了？哎呦，王宇太甜了，王宇真的很甜。今天公演的造型就是我昨天公演的造型一模一样，没有改变。他们都是线下党。Hello. 你被我哪个 unit 魅惑到了？花园吗？好的，我知道你的想，我已经听，我在远方听见你的想念了。好后悔没去看联合。哎呦，就是说联合嘛，怎么说呢？嗯、我也觉得没有来看联合的人真的，怎么了？错失了很多东西。也哎呀，就是你们可以一个那个补档，可以多来点儿。啊，你放在剧场了，那怎么办？你手机明天不会没电了吧？你是大晴天的美瞳，你是大大晴天的美瞳，是大大大晴天的美瞳。为什么我之前戴这个的时候你不说呢？好的，乖乖。那怎么办呀？那你是不是就要失踪一段时间了？你手机关机了怎么办？没有手机，手机关机了就什么都不能干了，怎么办呀？没事呀，追兔也能见到，不也挺好的吗？是不是？你也是，你也关机了，是？满眼都是壁纸的样子，有度数啊！我一个眼睛250度，一个眼睛450度。啊，我们屋顶没有破洞哎，好惨惨。对呀、啊，今天芒果。J two 是下午的，C two 是晚上的，是吧？回。但是我们现在是一家。好的，张牙七。牙牙。完整的大家庭。芒果女孩看哭了，芒果女孩，回忆涌上头、嗯。什么？好。那我等等，我看你们要考什么。明天只能看 J two， 好啊，可以啊，看 J two， 反正我也在 ，J two C two 我都在，但是明天没有 unit 挑，明天 J two C two 我都没有 unit， 都不挑 unit。他看不到天使的拳头。好呀。谢谢欧胡送的巧克力。除非我们 B 五零能拿对。八点的高铁呢，会不会赶上呀？迟迟，辛苦喽。啊，那是原创，原创。
我们几个先排练一下，不然明天又要翻车。好，不然的话，好。但是我们都就是我什么，你是不是喝了呀乖乖，怎么感觉你好像喝了似的。怎么了哦吼，那叫你什么哦吼哈嘿油，哦吼哈嘿油，叫这个你也想笑吧，哦吼哈嘿油。酒精过敏好吧，酒精过敏可千万别碰那个，千万别碰酒。他感不到天使的拳头，他们会不虚的拳头。就是大家都是可以不要。真的吗？下次我和欧侯掰一下手腕，看我能不能掰过他。对啊，我们就喜欢你。我可以好了，不要再表白了，再表白我就不好意思了。因为我们对歌冲上去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参加队伍里面。我也酒精过敏、啊、大家都这么说的呀，大家都说笑死了，下次来掰手腕。对啊，但是有，但是我拆出来都是饮料呀，你们就会拆出来酒。好，你不服好，我们下次就再来一次，下次再来一次。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成语囚徒困境什么意思啊，这个真的不知道这个人啊，一个人上不了，为什么？什么上不了？他说我们有17个。对啊，17个人肯定有一个人上不了。我去，那怎么办？那就是我，我就是大冤种。啊！怎么对哥这么残酷？你先和小胖试试水。你掰得过他了，那就过来和我掰。你掰不过他，那你也掰不过我。那怎么办？你在干嘛，乖乖？酒要少喝，对不对，不要喝酒。啊，还特地又买了一个充电器呀、啊。乖乖，你是不是疯了？想看我直播，这么爱我呀？其实我刚刚有心里有一刹那，嗨嗨嗨，呱呱，是 A B C 说这个。哎，呱呱，我刚你今天在吗？是有想喊康呢，唯一的姐，你今天在不在？你今天在吗？你怎么不来找我握手呀？不来找我玩？嗯。不止一点爱我，两点、三点、四点也爱我，24点也爱我，太爱了，你们真的太爱了。99999加，无穷无穷无尽，10086，咋不10010嘞？再说吧，但是我们还是挺想出的。哇，真的是，哎，我在，我不会没的，我一直在。干嘛？乖乖又要破防了，跑到站去考我。我看见啦，我看见你啦。你肯定要破防了，哼！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不对劲。一年只有一次第五零啊。没关系，你们不有那个就是来随便就是点一下就换个颜色，点一下换个颜色那个吗？那个太方便了，那个简直太方便了，方便了不少。小兔鸡，晚上好，小山，都是小兔鸡。
我也是小兔精，你们都是小兔精，小柠檬。贼亮的红色，哎呦，那你得让我看看。我喝啥了？我没喝，我天，我刚下班，怎么可能喝？好久没看你直播，我也发现了。什么不承认？不承认什么？不承认我喝酒吗？我没喝酒，真的没喝酒。怎么可能喝酒呢？明天还得工作呢。不是，我是得多多那个啥呀，多心大呀。就是上。好，知道了，一会儿下播就喝。一会儿下播就喝点，借酒消愁。怎么样？睡，然后喝完酒睡得还香呢。给粉丝送的，但是没送出去，然后。没送完，我自己吃了。明天 C2 看一半就跑，看一半就跑。后天上课，你好疯狂，你们好疯狂。不工作就喝点，不工作也不喝。嗨，小心肝儿，反派失眠专家是小心肝儿，对不对？是的，是的。不能酗酒，不可以喝。知道了，知道了，不喝。喝完真睡老香了。好，那我喝点。哎，算了，不喝了，不喝了。牙呀，我明天没有 unit， C2 和 J2 我都没有 unit。我再过一会儿我下播了，我明天晚上播九点。牙呀，明天早上没有 unit。我还要去洗头、卸妆什么的。妹妹的号，拿你妹妹手机看呢。可以喝胶杯奶，不能喝胶杯酒。明天播九点。好的，那就行。你不许喝酒，穿孔了还喝？怎么又多了新面孔？琪琪的新粉丝呀！好的，我们的大家庭又扩大了。对，四级 Papi Love， 哎呦，你别说了，昨天那个 Papi Love 真的是翻车现场。好的，明天整个播。那什么时候能拿回来呀？什么？怎么还突然被没收了？喝胶杯奶。明天不是24号吗？因为 Yuki 的魅力持续发散。哎呀，给我夸的真的是给我夸的，就是有点不好意思了。我们的神秘代码是19215360606。他说的是明天握手的时候跟我整。对啊，所以胃不好不能吃辣，我也是吃辣的就难受。嗨，阿正，小阿正。好，真的很久不见呀，小阿正，你今儿怎么有空来看我了？考完试就可以要了，你快放假了吧你们？六，你一点都不喜欢我，你到现在都没进我的神秘代码。19215360606，好吧，我打到公告上吧。我打到公告上。明天播九点，明天播九点。我收到了一个99999。对啊，他们居然在冲！我刚才看到好几个。我先OK。休息了，明天播九点，明天播九点。大家早点休息。我爸周一到周四都把我手机给收了。你们现在怎么都被没收手机了？可怜的宝宝们，放假了就有手机了。我要去洗。怎么啦，小狗狗？现在就进，你还是不够爱我。你够爱我的话，你就会进了。拜拜。我也不玩 QQ， 我早就不玩 QQ 了。早就不玩 QQ 了。话说，为什么应援群不弄微博？为什么要弄 QQ 呀？谢谢右将送一个端午龙舟，谢谢。其真的好温柔。又加了端午，我是温柔的代名词。对，我也觉得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慢慢来嘛，来哎呦喂，也没有必要。微信版群不是新人吗？哦，微信版哦，微信对，微信也可以不用加好友，也可以建群。我要就是下播了，因为明天早上上班，嗯，明天要早上起床的。刚申请的，棒棒哒！要去洗澡的，一个小时之后才能睡觉。微博群我不能在哦。明天晚上我会播久一点，因为后天可能不上班。天晕了，别晕啊，宝宝！你晕了我怎么办呀？你晕了我怎么办？你晕了，我还得给你做明天晚上那个抢救是吧？明天晚上上马尾。
怎么了？不让我加双马尾吗？看了宝宝，我看了你的礼物了，宝宝，我就咱不就是说很感动，真的很感动，你的信，只是这段，只是这几天一直在很忙，就是没有认真的去把礼物拿出来拍下照片，等我闲下来我就拍下照片。好，我来给你抢救，宝宝。人工呼吸的话，就是说，看情况吧，到时候，你去车底，不要，啊，你有夏华，谢谢你的奶茶，因为我的头发香香的。人工的呼吸，对，人工呼吸是另外价钱。海姆立克，海姆立克是什么？是那个使劲捶肚子那个吗？那你下次电影直接晕，别晕，晕了那个，就是说你晕了之后呢，就是他们没人来握我了。为什么？为什么一见到王喜就晕，就不敢握了？怕他们自己晕倒。你来看我，我给你纹头发。晚安，晚安，小阿正。总之就反正就是晕了呗，无论是甜晕还是美晕都晕，总之就是晕。对，我知道那个使劲哐哐敲你肚子那个是吧？我直接上手扒一根头发。别飙鼻血，飙鼻血还我还得给你擦，真的是，哎，你们真的是，我是大变态，我是大变态，你们好，我是大变态，没胃口，宝宝，我现在也没有什么胃口，这两天我胃口还真的不是很大，就是天气热，就是没胃口。喝点，吃些清淡的，不要吃一些太油腻的。知道啦，我每天都很认真的吃饭饭。出王琦的头发吗？不行，王琦的头发很稀有的，那么少。我不会四川话呀，我会。你长得好乖哦，你长得好乖哦。我说我咋瘦了呢？你什么想我？他想我想的吧。河北40度了，怎么那么热？蒸笼吧。你是小变态。Yuki 的头发没剩多少了。Yuki 的头发是 Yuki 最宝贵的东西。知道了，会好好休息的。你们也是，你也是啊，小心肝儿。你有本事，你就这么喊靠，哎，你肯定有本事。算了，不杠你了，还是你肯定有本事。查不字，哎，我还记得丢丢吧，是不是？我记得之前我们不认识的时候，你靠别人也是靠的一个特别搞笑的一个靠，靠完就直接蹲下去了。2728还好，有的，那我感觉就是喊完之后就蹲下去了，过一会儿再站起来再喊，喊完再蹲。哎呦，那得有多变态呀、啊！更变态的，这还不够变态。我们终于开考，考完也能放松，考完就可以好好休息了。爱你们，今天好美，嘿嘿，22宝宝，美美哒，美美哒，下次你来看我，我也美美哒。蹲着喊那不行啊，蹲着喊都看不见是谁喊的。
对，你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挺能喊的。泡花式要那个什么了是吗？要艺考吗？还是要？我不在。什么时候你们再合体？刚刚在群里看到他们发的照片越来越漂亮了。你在什么群里看到发的照片了？你在什么群里啊？哦，那行，慢慢来吧。这个东西也是多磨嘛。我们现场打起来，现场打架，那会被那个那个啥吧，被那个拉走，被保安拉走。确实，一个顶仨，你们每一个人都一个顶仨，你们加一块就是十个人，你们四个人在一块就是十个人的这种效果。想起来什么？他看不到电视的圈呢。喊出十个人效果，你们四个人就是十个人效果。谢谢谢谢太平公主的夸奖哦，谢谢你的夸奖。现在就去想明天考词了，这么努力啊宝宝。对，我粉丝中考的好多诶。谢谢谢谢丢丢的巧克力还有一个荧光棒。为什么会被你妈笑一顿？乌龙茶也要中考了。他很紧张，祝我的宝宝们中考加油！中考完就要迎接下一阶段的挑战，迎接下一阶段的挑战。啊哦啊哦啊哦！刚考完小升初，祝小狗狗天天开心，快快乐乐。好的，宝宝，晚安。对呀，是茶宝呀，他来看我了一眼，聊了一会儿天，他就走了，他去洗澡去了。期末加油！哦吼，这次没吃醋了，这次怎么没吃醋？长大了，我们乖乖成长了，是吧？哎呦，真的，别夸了，夸的我这都不好意思了。你没被打入冷宫啊，燕子，燕子，燕子，没有你我怎么活呀，燕子？洗完了，吃吃，你去洗澡了。好吧，长大了。才幼稚园，怎么才幼稚园呀？幼稚园了，咱们就是说，那咱们宝宝长得真快呀，真是三天就长成大人了。对，我现在这个宝宝叫的好顺口呀，哎呀，真的是。但是你真的好看死了，谢谢夸奖。忙里偷闲，怎么这都很忙啊？好紧张，别紧张。凡事不要紧张，不要慌张。叫60秒的宝宝，666，666。嗯，我好多粉丝都要中考哎，中考加油！中考加油，加油加油啊！不要焦虑嘛，出了分了之后，你想想，就彻底心这个心就放下来了，对吧？不要焦虑。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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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记得我高考的那会儿，也是查分的时候也是很焦虑，
仿佛上一次幼稚园升小学就在昨天。不叫幼儿园吗？为什么你们都叫幼稚园呀？是南方这边都叫幼稚园吗？苦尽甘来，对。错过了其实蛮多的，没关系，到时候再补回来。晚上吃了呀，那会儿吃的那个盒饭呀，公司的盒饭。公布唐娟，对啊，我们那边叫幼儿园。你现在在哪儿？我现在在酒店呀，宝宝，可爱的叫法了，什么法了？总学我说话。哦，好吧，幼稚园听起来确实很好听。对，我们也叫幼儿园，我以为南方这边叫幼稚园。在你心里怎么？对，宿舍还没有建好啊，然后我们好像之后要住大床房了，我要和周周住一张床了，因为双床房没有了。我也叫你宝宝呀，都是宝宝。都是宝宝啦。都是小宝宝，好吧，都是小宝宝，你们都是小宝宝。别考问号了，知道你在破防，我知道你破防了，但是你先别破防。可以，到时候把周世如踢下来。你好坏，万木。但我睡觉，我小时候不老实，长大之后倒是很老实。周周睡觉也挺老实，是吧？虽然我俩没在一个床上睡过，但是之后可能要在一个床上睡了。昨天听说了，会习惯吗？不习惯，我不习惯。知道你很破防，但你先别破防。怎么这么久没看直播？就是我开心的时候我就叫宝宝，不开心的时候爬，不开心的时候爬。开心的时候，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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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开心的时候，啪啪啪啪啪啪啪。送我张床，送我张什么床？晚上好，北西。哎呀，水煮北西，不想再叫你北西了。你的心里会不会是公寓啊？啊，全都住着人，是公寓还是别墅啊？天天开心。我也希望自己天天开心，但是人有的时候情绪就会不稳定。晚安了，小山。我说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叫爬。没有啊，小心肝，我感觉没有呀。天天叫宝宝，你会变开心吗？应该会的。天天叫你们宝宝，应该会开心的。属于王雨琦的大别墅，耶、yeah! ！Yuki 最喜欢住大别墅了，别墅区，给每个人安了个别墅是吧？是吧？对，暑假了你们就有时间了，你们天天叫我宝宝，我也开心，有种被宠着的感觉。好呀。拜拜了，燕子。心尖尖上。叫老婆姐姐也开心呀。怎么不开心呢？你们就是我的动力呀，你们就是我的动力。还给自己留条后路，我在 C2 的别墅只属于王永琪。G2 就不一定了。谢谢，哪里有漂亮姐姐？好，现在你找到了吗？我就是那个漂亮姐姐。只是 CGT， 你怎么不说 GNZ 啊？你怎么不说整个团？可不。好，一会儿我就告诉秦灵泉去。秦灵泉，泉泉，萌萌，
长牙期说牙牙说那个就是我在这兔就是在这兔是只属于那个我是他的唯一了，打小报告去。不暴露你，我还留着。击毙你，陷进去了，沼泽。他会吗？他脾气那么不好吗？他会两天不理？不会的，我教育他，不让他不理。萌萌，对你粉丝好点。这逼你，整个 group 只喜欢我。你要说整个世界只喜欢我。哎呦，你们怎么装的是？就贪心，我是最贪心的，我贪心大王，行吧？我是贪心大王。哎呦，马上一点啦！为什么每天都要这个样子？犯罪偶像，就是说一整个就是犯罪偶像。对，我要休息了，你们也要休息了。明天是11点发车。你们自己玩有病啊！别睡了，不要上班。我还是今天这个妆容呗，播到明天，明天11点。哎呦，好，那睡觉觉喽，晚安安喽，再见见喽。但是这个妆确实挺好的，明天我还要化这个妆，我也感觉今天这个妆好。晚安了，宝宝们，晚安。晚安你。我去，明天穿什么？我也不知道明天穿什么了。哎呀，没衣服穿了。晚安。